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开另外一个 KS 到货的游戏 Raccoon Tycoon。 这个游戏有点久远，这是它的一个拓展包，并且带上了本体，因为它是一个豪华版嘛，这边带了一个肥猫的拓展包。这个游戏我们在去年 Gen Con 我们就已经在试玩了，当时去之前我就说我已经买了，然后到现在才到货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这个豪华版，到底豪华在哪。就是一个拍卖游戏啊，他们最近好像在 KS 上面又换皮了一个叫什么 Lisa Wizard 的，就是也是同样的游戏，感觉就换了一个魔幻版的蜥蜴皮肤，就不是这种动物皮肤了。映入眼帘就是这个板子哦，那这个还真的有点豪华版，因为原来我记得它板子是没有这个双层的坑位的，你看这些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就非常干净，应该是每个玩家都有一块这个板子吧，好大，就你们可以看到屏幕都快框不下了，六个一模一样的玩家板块，双层的，还可以质量，但也没有非常硬，就一般硬度的双层，这个有点搞笑了，这个这么大两坨印了画的米宝，怕不就是什么一个守玩家标记一样的存在啊，非常大非常厚实的木头，然后各色的木件，这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不同的资源，它有个拍卖，然后就有种像物价会上涨然后下降，什么红色的这个木箱子，哇，这个木块豪华版怕不是加大版，感觉什么都变大了，现在桌子不够大可能都玩不了，这个木块这么大一个，这个应该是玩家标记吗，这个我可能不知道，已经有点久远了。下面还有另外一个颜色的米宝，像是一个松鼠，松鼠米宝不需要拉近也显得很大的一个开箱，这是它那个红酒作为一种资源，你看吧，红酒在这儿，为什么红酒是绿的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个铁啊，铁就是有这个铁匠台的那种感觉，还有这个木头，这个木头就是那种跟凯吕斯里面的木头一样，但区别在于说它是真的是一个整个刻成这个样子，而凯吕斯里面是三根柱子粘在一起粘成这个样子，细节还是好评的，我总是怕那个三根柱子粘在一起的会掉。然后小房子，小火车，这个稻谷，粮食，木件还是非常的常规，就这些形状都很常规，这个黑色一坨煤，这应该是煤，那么这一层就看完了，我们来看下一层。哇，这个好像还可以哈，这是它那个版图，我们打开看一眼，这是各种资源的那个价格走势，买的人多嘛就会涨嘛，卖的人多就跌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下面有不同的这个拍卖游戏，它主要是个拍卖游戏，所以这边就会翻出东西来给你拍卖，拍卖然后几套，然后还混带了一点市场经济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反正这个按键双面的，是的，我怎么觉得这个豪华版就是真的就整个尺寸大了一倍，我在怀疑我的桌子能不能放下。更多这个产资源的卡，积分本，还有下面这个卡牌，待会我们看，以及这个这么大的卡牌，这个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个拍卖的那些东西吧。好，然后上面这是个什么，哦，这是屏风还包起来了，我们待会看，哦，这个才是那个拍卖的棋套，待会看，待会看，这是这个纸币，待会也给大家看一看，但我估计就是筹码上线的节奏。我们来拉近看看里面的这些东西，先看这个钱吧，虽然我觉得这个钱会被替换掉，但是我们可以先看一看，这是100块，哎，它是那种亮面的纸啊，1块，然后这是5块，10块，20，100，因为纸币这种东西就很讨厌，纸币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可以藏钱，就你大概多少钱大家不知道，但我们一般都会用筹码代替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牌，啊，这就是这个里面主要拍卖的牌啊，这个应该是7块钱起拍的一个浣熊一套，就是不同的浣熊，一个就只有4分，2个9分，3个16，4个25，狗一套，狗一套的话也是4张，6块钱起拍的，然后也是最后这么算分。它好就好在这些牌吧，还长得不是很一样，你看啊，这熊有2公2母，下面都是这个样子。肥猫应该就是这个版本，这个新的拓展包它是带了这个肥猫拓展包的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，就单纯只是多了一个东西可以拍嘛。然后这是狐狸，狐狸也是4个，唯一变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起拍价不一样，这个是那个臭鼬，臭鼬是2块，然后这个是另外一种东西吧，反正也是买的，最后也可以提分，就是铁路嘛，这个是他们的屏风，拍卖游戏嘛，东西就在屏风后面藏一藏，看看屏风的背面，然后有这个12345的这个小抄，哦，还有技能啊，看来是这个是分了这个动物就有技能的存在，熊熊
猫，猫，松鼠，不，兔子，兔子，哦，都是有技能的。你看，都上面都有写它的技能，是不是一样的呢？这个公的跟母的技能好像是一样的。其实单纯你可以选择当一个公的动物跟一个母的动物，是一个这方面的不一样吧。好，屏风看完了，下一个，这个好像是单纯的刷资源的牌啊。反正是一蓝一红，是一个常规的它这个市场经济的那个牌，具体什么样我有点忘了。反正你看都是上面是资源，下面也是资源，上面写的 price， 下面写的 production， 就是不一样的资源，这么一摞牌，这是它的背面 ，price and product 就非常直接。下面这个是什么 ？most money， 这是任务牌啊，钱最多，什么铁路最多，建筑最多。都是不同的任务，其实我觉得画风还挺可爱的，我觉得它这个游戏的美术还不错，挺有意思的。但是游戏机制的话，之前只玩过一次，年代有点久远，我们可以再玩一玩，然后给大家在杂谈里面聊一聊。这个大牌好像是之前没有的，我看一眼，这张牌就非常的跟他们的画风就不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换了一个画风的牌哦，所以它这个是跟之前的一模一样，但只是画风变了。变成另外一种画风，下面也是写的这个一个是多少钱 BP， 还有这种骚操作，就是同样的游戏有两种画风可还行，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种画风啊，其实我感觉我还喜欢刚刚那个画风多一点，这个突然转回了这个画风，这个我怀疑这一包里面这些东西是豪华版专有的，感觉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哦。这个好像是一张单独就很贵，但是 wild 应该是可以当成任何吧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 raccoon 彩控的豪华版我们就开完了，我们玩完之后杂谈里面见，拜拜。